窗，眼不说话，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。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，一直就在你的耳边，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，只是你一直没发现。我想说我欢迎来到四川省甘肃壮族自治州德格县。哇，雪山，我的天哪，做梦一样。哇，你们看，有一颗爱心，太浪漫了吧。这个是你为我们准备的吗？好，好嘞，走了，我们自己开车去玩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看到玉荣阿戳在那里。那我们去吧。李哥哥，开始，准备。